第十四站 Golden Apple。 宴席上最美丽的两位女神带领着随众准备狂欢，然而不速之客到来，引发争斗的女神拿出了金苹果说，献给最美且最厉害的女神。于是宴席引发了一场轰动，演出学校北一、景美、松农、港工